来啦，收到书，赶快到家的对读日的支持啊！来来来，安内你也扛啊！我扛，行啊，都告诉来扛啊！来，来，我们祝台湾图书社哈，未来哈，未来这一年，来啦，这个是做一行啊，来，大家，大家怎么都在旁边？来啦，靠过来，来过来，来过来，是呀，啊，大家可以，来来来，大家，大家怎么都在旁边？来啦，靠过来，靠过来，哦，是呀，你让图书啊。 愤怒吗？愤怒，继续。来看一下这边哦。好，一二，四呀。好，好，感谢，感谢。哎，谢谢，来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恭喜恭喜。来，由你来，是我来，这回来，你的立党跨越浊水溪啦。 我政治化，我得到政党补助款嘛？因为旁边的苏建龙讲，伊也摕到钱哦，要分阿几啊无影啊？无影，无关。切了哈。好来。小猫。好。那各位，我也要小东家送给你女儿。哇。刚刚我今天才知道说。 潘小妹生日刚刚张医师刚刚啊，相差了几岁？哎，几岁？潘小妹，你几岁？这个方便。六岁哦，来，来，张妈妈送你一个生日礼物。哇！这是什么？祝你生日快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你以后要常来。饼干吃完哦。 可以投钱，都爱投满了，捐给我们，吼。交给爸爸，爸爸是基金经理人。哦，对。哦，恭喜恭喜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你较早潘汉生都有送一个运动嘛，该注意啊，就是讲，迄阵咧还槟榔，还即个七千的时阵，迄阵发现着七千的主导公司是啥，啊，伊都开始讲啊，无应该大家去买伊的股票，去。 去股东会来，股东会去发现，后来嘛有人用一种案例，都去六千吼，迄个股东会，代收的股东会。我那我习惯了，系啊，我平我平说，我嘛去有台股东会迄个，迄个离婚要，你平常时都会留意啊，股东会伊就讲话伊就爱听，够有内部都听啊。